大家好，我是 Bonnie。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香港的中学生活和温哥华的中学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今天就会讲十个不一样的地方的。好，首先第一个呢都是 Bonnie 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里的中学生活呢是没有一个特定的班房的，所以呢你没有一个特定的班房呢，你就不会有特定的一班人呢是跟你一起呢足足呢是整个学期一年里面呢去一起见面，一起上堂，一起共患难。那这里呢是没有的。以我所知呢有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规矩啦。那 Bonnie 自己读的那间中学呢就是好像大学这样的，四个月呢为之一个 SEM。那你四个月的堂上完之后呢，你第二个 SEM 呢又会跟另外一班人呢上那些堂。那如果咁啱咁好彩俾你呢跟可能隔离那个 friend 一起咁解选中下个 SEM 又咁啱读同一科，咁你咪会成个学期都会见咯。但系如果唔系嘅咧，嗰啲同学咧通常都会拜拜嘅，你都唔会再见到佢噶啦。咁咧同香港就梗系完全唔一样啦。香港咧就直头成班人咧一齐升上去啦。咁可能有阵时有啲成绩分配啊，咁可能都会有啲调动嘅。不过其实都唔系话真系有咁大分别嘅。咁而我记得我嗰阵时咧，我记得都系同一班一齐上一齐升嘅，所以都冇特别话有啲咩分班。除了呢就是到科科要揀理科和文科的时候就 obviously 咁就分开了大家，咁但是都冇话改得太紧要嘅，啲班都是一起读书就一起升上去，咁是很好玩的嘛，真系唔知啊，总之就是一班人一起去温书啊，嗰阵时做 pass paper， 我好像暴露了我的年纪添，嗰阵时一起去做 pass paper， 一起去努力。是那种感觉是跟这里读书那种感觉不一样，而且就好像我这样讲，其实四个月根本你都不能够跟那人有什么深入的认识，可能到最后这段友谊都会拜拜了，可能最后真的做到的是一个 high bye friend。 那之后呢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这样是开心的来的。那在温哥华这一边的中学生活呢是没有暑期作业这样东西的。那在香港无论你小学中学都好啦，放暑假的时候呢就一定有暑期作业啦。就算你没有一本的暑期作业，那你都会有一篇文啊 pass paper 又或者呢是书要去看要做读书报告的。那但是这里呢就真的放暑假就是放暑假啦，是完全呢冇任何嘅功課你係需要做嘅。咁但係講翻起而家想當年嘅話，其實嗰陣時有暑期作業都幾好玩嘅，因為有暑期作業咁大家可能咧又一齊去書局度揾個答案啊，咁邊個答案就係抄啊，即係係臨到交暑期作業嘅前嗰段時間，咁你先會喂你做咗暑期作業咩啊？有呢啲咁樣嘅事會發生啦。咁呢邊就真係你唔會有暑期作業 ，which 係一樣好嘢嚟嘅，因為你可以好完全放鬆。去放暑假。好，咁第三个唔一样咧，就系拣科咧系冇人帮你拣嘅。咁以前喺中学嘅时候咧，其实你大概自己都知道会读咩啊，中英数嗰阵时有历史啊，有 free camp by 啊咁样嗰啲嘢啦。咁其实你大概都知道系呢啲科噶啦，只不过咧系个时间表嘅边一堂喺几点，咁样呢啲嘢有改动啦。但系其实大概你自己都知道有边啲科你要上嘅。咁但系呢度咧就唔一样啦，佢系俾你自己自由去拣嘅。咁但系咧你自己都要知道啦，因为你之后呢啲分咧系要报 U 噶嘛，咁所以你都要知道U 有啲咩要求，有啲咩科系你想读，咁你要 tick 啊，早啲 tick 咗去，咁你如果肥咗，你都有下一个 SEM 可以 retick 啊嘛。你要自己好 organize， 自己要知道咧想要去边个方向咧。就揀啲咩科嘅，呢度咧有好多唔同嘅科目啦，真係任你去揀嘅。require 咧就一定要讀噶啦，英數就一定要讀噶啦。之後就有啲嘅選修科目啦，例如有啲人中意讀 accounting， 跟住有一個係 keyboard 學點樣打字嘅，跟住咧又會有一啲係語言噶啦，譬如讀日文啊、學中文啊、學法文啊，咁就你自己去揀啦。咁之後 free camp by 啊、歷史啊、earth science 啊等等等等，有好多咧唔同科目俾你去任君選擇嘅。咁揀完之後，你就会交这个 form， 那你就会有一个 counselor 去帮你去将这些科塞摆开一个时间表，跟着开学的第一天又是派回给你。好，第四个不同就是来到这里之后你就会觉得这边的数学啊 free camp by 啊对我自己来说很容易，因为我在香港都是读理科的。但是呢另外一件事就是
英文啊、歷史啊嗰啲咧，對我嚟講就好辛苦啦，好難啊！英文你要重新適應過啦，咁我英文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啱啱嚟到嘅時候咧，都係要讀 ESL 嘅。咁 ESL 就係一個 program 咧，專係俾一啲英文唔好嘅人咧去學好啲英文啦。當你讀完 ESL 之後咧，出嚟咧你就會去上翻正常嘅，同啲外國人一齊上翻正常嘅 English 啦。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個難嘅程度咧，就好似係我哋喺香港，你會讀中文，你會學文言文啦。咁喺呢邊英文你都要學佢哋嘅文言文咯。嗰陣時莎士比亞啊，跟住佢嘅寫作手法啊、擬人法啊，跟住你要睇嗰啲 play 啊，要睇啲 drama 啊，你要學啲詩詞歌賦啊。即係你喺香港你學嘅時候已經中文你都睇唔明啦，仲而家要英文喎，即係揾鬼睇得明嘅真係。咁所以對我嚟講咧係好難嘅，所以可能呢一個嘅不同咧就真係喺語言上面嘅不同啦。好，第五樣唔同咧，就係喺學校裡面咧，你會見到咧好多唔一樣嘅人，就係我哋嘅背景唔一樣啦，我哋嘅種族唔一樣嘅。咁温哥華即係都喺加拿大裡面啦，咁加拿大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國家啦，咁就係好多唔同嘅種族嘅人咧，唔同國籍嘅人咧，都會嚟到呢一度喺呢度生活，變咗咧就係有香港人啦，有人係喺巴黎嚟噶啦，有人係喺法國嚟噶啦，有人係喺日本啊、韓國啊、台灣啊、中國啊、美國人啊、新加坡人啊、印度人啊，總之就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咧，就喺呢一度。咁變咗喺當你食飯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個 canteen 咧係好多姿多彩，真係你見到係好多唔同文化、唔同種族嘅人坐埋一齊食飯咧，真係個感覺有啲壯觀咯。好，第六樣嘢啦，就係以前喺香港嘅時候咧，好想好想有嘅就係冇校服啦。喺温哥華呢度咧，翻學咧你係唔需要咧著校服嘅，咁你就係著自己嘅衫啦，你自己去揀啦，你中意著乜都得。有啲咧打扮到花枝招展咁樣翻學啦，跟住有啲咧又會可能真係好頹啊、好 hea 咁樣，真係就咁一個 hoodie 啊、sweatpants 啊，跟住就走啦咁樣。第七樣啦，就係頭先講完係冇校服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冇頭髮長度嘅限制啦。以前咧喺香港咧，哇！我真係記得訓導主任係成日都要 check 你啲頭髮，你啲陰有冇過條眉啊？跟住你條裙咧，呢個有啲連埋佢頭先衣著啦，即係嗰陣時又要睇埋你條校服裙有冇過膝啊。但係呢度咧就冇頭髮呢個 requirement 嘅，又係你中意染咩髮都得，頭髮嘅長度又係啦。男仔又唔一定要 check 個滴水係咪去到耳仔一半啊嗰啲啦。有啲男仔喺呢度都留長頭髮，真係完全冇限制。好，第八樣嘢咧。就係、是、都係女仔會好中意嘅，就係呢度可以化妝翻學咯，即係就好似同頭先講嘅嘢差唔多。但係化妝呢樣嘢，我諗又唔同啲。啱啱嚟到呢度翻學嘅時候，我真係哇咁樣咯。我第一下嘅反應就係、是、因為喺香港嘅時候係你唔可以化妝翻學啦。我知道有啲人係會偷偷地畫眉啊、畫眼線啊咁樣啦。哇！我真係第一次，我好記得我翻學嘅時候，我完全。可以化到咁嘅咩？即系你见到啲外国女仔咧，完全系化到好似去落 club 咁样嘅，即系化到好行装咁翻学噶。咁所以系几特别。香港唔会有咯，香港哇，你化妆翻学死得咯你。好话咧，就嚟到第九样嘢啦。第九样嘢咧就系毕业嘅时候咧，呢边咧就好兴咧租一架长型嘅嗰啲房车啦。咁就一班人坐入去啦，咁佢就会由譬如你喺屋企約定喺某個人屋企出發，咁就坐呢一個長型嘅房車啦。之後咧就去到我哋去 Grand Dean 嘅地方，又或者係我哋去 Grand Dean 之前咧，會去一個公園影相，咁佢會送我哋去嗰度。之後啦，走啦，你翻屋企同一架嘅長型房車咧，都會接翻你走嘅，好正，好好玩嘅。即係畢業嘅時候咧，就會大家咧就一齊夾錢咧，咧就租架 limo 咧，咁就大家咧一齊坐啦。嗰日咧就好似係你人生中最豪華嘅一日啦。即係我覺得呢度嘅 high school graduation 咧係好重要、好重要啊！因為就算你大學咧都冇咁誇張，但係呢度嘅 high school 嘅畢業禮咧係真係好似喺大學畢業咁樣啦，一齊拋舞啊，跟住影曬畢業相啊，有 grad dinner 啊，大家睇 high school 畢業呢樣嘢係睇得。好重要噶，仲要咧有人亲自咧去到学校嗰度为你去影毕业相咯，就系、是、因为喺呢一边大家都好睇重中学嘅毕业礼，咁所以喺嗰个毕业嘅晚会嘅时候咧，就会大家咧都会去租一架长嘅房车，之后大家好好咁样一齐去享受，咁系几好玩嘅。好，咁咧好
快就来到最后一样东西了。最后一样东西就是在这边不是一次考试就定生死的。在香港就有 DSE 和高考，以前你是考一个试跟着就决定到你入不入大学的了。虽然之后你可以再考，但是这样东西都是一次性，即是你考不到那一次你就没有了。就算你在学校做得有几好成绩有几好都好，你就是那天衰了那就衰了的。但是在这边就有一样不同，就是这边的大学呢它是看重你 Grade 11和 Grade 12的。到了在香港来说呢，就是它看重是中五和中六的成绩，中五和中六两年的成绩，它不是只单看一年或者一次或者是一个的考试，它是看你成年每一科你做成怎样的。那 which is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好处来的，你的压力没那么大的，或者就算衰了都好，你是有时间 去补回的。两年里面你所做的事都很重要。那这个好不好呢就真的见仁见智了。有些人可能考试很厉害，每一次考试他都可以发挥得很好的，对你来说可能香港那些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你一次就搞定。但是在这边来说你是要两年你的成绩都要 keep 得住，其实呢都有一个难度在这里，就是你那两年是真的你要加油你要努力，你是不可以 hea 的。我在香港读到中四，死到之前大家都说帮我听，哦切，你去外国读书很容易，真的很简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对外国读书就有个这样的印象，就是哦在外国读书很简单很轻松的。但是过到你这里之后呢，你就会发觉完全不是你所说的那样的咯。我来之前大家都说我在这里读书很容易，我现在读到只剧这样，完全两样东西。即是我觉得读书呢，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读书都好，完全是每一样东西叫做容易的，即是你怎样都是要努力读书。所以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人都问我，在 SFU 读书是不是容易一点，是不是容易一点毕业的，读哪一科容易一点。容易和难呢其实真的很难定义，每一个的容易都不一样，每一个说难的定义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很容易，但可能对你来说很难。所以我自己是会觉得读书呢是没有难和容易的，即是在这里可能有一些科我在香港读过，可能对你来说觉得哦好像很易，即是我都懂做了，是因为你读过嘛。但是其实没有读过的那一部分你仍然都需要努力的，例如英文啊历史啊这些东西你仍然需要努力去做的。如果你是要过来这里读中学，即千万不要一个心态觉得我过到来就可以很轻松地读书，是不得的。即是读书永远都是不可以轻松的，我觉得。如果你是会来这里去读中学的话呢，那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以上的内容啦。那以上就是我来到这里觉得在香港和在温哥华读中学呢十个呢不一样的地方，希望呢都会喜欢这条片啦。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给个手指公我，如果你想看其他影片呢记得在下面按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 啦。还有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记介绍给朋友仔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